连续获得全国太极拳练比赛的五指太极拳冠军。刘辉老师同时以我国著名的武术太极拳名师李炳慈先生。刘炳老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，他也是本次锦标赛中国代表队的教练员。武术太极拳的动作特点，斜中翼正，动作轻柔缓慢。细腻而小巧，是典型的有氧运动，柔和缓慢的动作，运劲如抽丝的劲力，很多练习太极拳的朋友在42式太极拳的套路当中，也体会到武术太极拳的动作。